经十年春王二月，朱子义来奔，公会吴伐齐。三月戊戌，齐侯杨生卒。夏，宋人伐郑。晋赵鞅率师侵齐。五月，公至自伐齐，葬齐悼公。魏公孟抠自齐归于魏。薛伯夷卒。秋，葬薛惠公。冬，楚公子杰率师伐陈，吴救陈。传十年春，朱隐公来奔，其生也，故遂奔齐。公会吴子、朱子、谭子伐其南鄙，师于西。其人是道公，父于师。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。徐成率周师将自海入齐，齐人败之，吴师乃还。夏，赵鞅率师伐齐，大夫请捕之。赵孟曰：“吾卜于此起兵，事不再令，卜不袭及，行也。”于是乎取离及元，毁高堂之郭，亲及赖而还。秋，吴子使来赴景师。冬，楚子期伐陈。吴延州来祭子救陈。谓子期曰：“二君不务德，而力争诸侯，民何罪焉？我请退，以为子明，务德而安民。”乃还。